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，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，成家立业之类的等等。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，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，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，谁还能要我怎样呢？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神，他心里没存到属于另一个人，他真幸福，幸福的真残忍，让我又爱又恨，他的爱怎么那么深？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神，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。每当听见他不再说我们，只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，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，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，谁还能要我怎样呢？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神，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，他真幸福，幸福的真残忍，让我又爱又恨，他的爱怎么那么深？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神，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。每当听见他不再说我们，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，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哇，我的腰。知道故事不会再曲折，对，这个很好，你看这个会字就唱得很好。我知道，吸气，故事不会太曲折。这个会跟折呢，它是三七分割，那个会字呢一定要啪推到三七分割的这个点上面，然后折呢就是70% 的使用的过程。然后我知道吸气这个位置很重要，我知道这三个字呢在整个两个句子的那个比重里面呢，我知道这三个字 5%
5% 就够用了。接下来那个故事前面的那个吸气呢，要吸95%。好，再来一下这个句子。刚才已经不错了，但是按照这个方法呢，你就会更清晰了。漂亮，很好。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每。好，不错的。刚才的那个句子呢，虽然表面看上去呢，什么人这个人字，表面看上去在这个句子里面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，但是在整个的良性的循环里面，它已经是走了 backward 了。哎，不是在那个良性的循环的气息使用的那个循环里面，那个 cycle 里面，方向里面，什么人？这个人字上来了，有没有感觉？对，什么人？每一个发力的时候是用推进的方式，肌肉往外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而不是用往上拉起来的方式。OK， 这里前面的第一个句子非常漂亮，这个你听回那个 video 你就会发现得到，声音跟刚才的那个完全是不一样，现在这个完全没有问题，你唱高音都没有问题，只要你抓住了整个的那个支撑的那个力量哈。我知道故事不会再曲折，很好，很好。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，漂亮，漂亮。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。好，在这个吸气的那个地方呢，需要 verify 陪我过没。